彼はですね、ちょっとドームが苦手なんです。だからもう今日から爆発します。他说子豪的话，基本上在巨蛋的时候会打得比较不好一点，所以他相信他是从今天开始会有大爆发的表现。好，那马上就要来问到这场比赛的 MVP 了。子豪听到总教练这样的评语，先请子豪回应一下这一点，是不是自己觉得在大巨蛋真的打得比较不好？そうですね。就是有这样感觉到了，但是自己也不会特别去在意这些东西。